我在万劫八方镜的时候，好像看到战神和百灵在争执什么，他受了很大的委屈，他说整个天界都在利用他，恨不得要毁了整个天界，然后就被押去了洛仙岭。可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我总觉得天界隐藏着什么跟战神有关的秘密。你还得精进一下自己的法术，免得到时候拖我这个战神的后腿，像今日一样狼狈不堪。世界有太多太多欢乐，让我们跟随公主杀尽天下修仙者，血染三界，夺回我们自己的东西。夺回来，夺回来。相信公主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，那就劳请幼使取来灵石，我好即刻前往。报！禀公主，战神同少阳派、扶余岛、点金谷三派弟子围攻离子宫而来，正在冲进门外结界。若你真的想攻占天界，先问我凤无间的秘密。每多一分感动，心就多一分辜负。我蒙上眼睛，让自己看清楚。看来战神将军一刀两断的着实干净，可今日一战，我不会输的。幼时手持黑羽令，在离泽宫尚需休养生息之时引来战火，不相信我身为魔煞星的能力和统领妖魔族的魄力，所以故意在这城卫大典上把战神给引过来，然后借战神之手杀我，幼时好坐收渔翁之利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公主息怒，魔尊身为我等首领，属下岂会有谋害之心？公主从前的确为了战神离弃了族人与离泽宫，属下只是想确保万无一失。仙魔大战刚刚结束，百废待兴，我们需要南天仙族的力量，战神直接钻入了魔域可回来之后呢，煞气入体，生了心魔。哎呀，你猜怎么着？他跑去南天仙族把南天圣尊给斩杀了。事儿大了，天庭一定要处死战神将军，一时大乱。徐凤，不必再找人。誓应战神天下不守，如今就让六姐好好看看，是如何守着你的兄长，如何对付昔日宝子。众将听令，徐凤擅闯天界禁地，心碎当诛，我拿下。你怎么听见了？那对战神是师父的八十不变，天界已经下达捉拿战神的圣令，四圣兽已经领兵在门了。我本也觉得蹊跷，这里一定另有隐情。我也很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魔煞星就变成战神了呢？过去种种恩怨又与他何干？为何天界不肯放过他？魔族消失得太久，如今我归来，汝等可还愿遵从为我魔族效忠之誓约？魔尊既出，我等皆当遵从号令，誓死效忠。如今魔尊一直在追寻着殿下的下落，殿下今后有何打算呢？小王有个提议，这六界之中唯有魔尊能与天地一较高下。就这话，我是徐凤，你可愿意成为魔族之人，领魔尊之位？徐凤愿入魔族，
为魔界的苍生居无定罪，从今往后，徐凤便是魔界的一份子。我与天界，尘归尘，路归路，再无。魔尊，天佑魔界尊上万。这个就是他了。嗯，好吃。